来为您揭晓是本周规格视频行榜第十名到第六名的部分，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本周第十名，刘铮的专辑《到底我要等到什么时候》，这张专辑呢前后差距很大啊，前几周甚至得到第一名。来自眷村的刘铮对老兵有一份特殊情怀，《老兵卖兵》是另外一首值得听的歌。第九名，潘美辰的专辑《你就是我唯一的爱》。不善言辞的潘美辰在台上卖力的演唱，希望除了在新马演出成功之外，在国内也能看到他完整的表演。本周第八名，小刚的专辑《没有你的日子》，小刚三级跳一连升了六名，他的歌是以情歌为主。本周第七名，草蜢的专辑《现实专送》，受欢迎的草蜢本周成绩又上升了两名，这一股草蜢热不知道是不是一直会延续到什么时候呢？本周第六名，小虎队《红蜻蜓》，小虎队本周成绩也比上周好了，随着暑假的到来，相信他们会在舞台上有更精彩的演出，观众朋友会给他们更好的鼓励。在这个星期呢，我们的冠军又换人坐了，这个冠军宝座究竟是谁坐上去呢？我相信是很多观众朋友非常急于想知道的。那么这位歌者呢是第一次坐上我们的冠军宝座，我们也非常高兴，同时在这儿呢先恭喜他。好，我们现在就赶紧来看看本周规格视频行榜第五名到第一名的部分。本周第五名，黄心茂的专辑《你爱的是我还是别人》，黄心茂力争上游，这个星期上升了有五名。本周第四名，城市少女的专辑《明天我们不见不散》，这张专辑也是前五名里唯一的女歌星专辑。本周第三名，钮大可的专辑《柔情都市》，大可的经典之作受到乐迷普遍的支持，目前大可已经准备第二张的经典之作了。本周第二名，我们恭喜高明骏，谁说我不在乎，高明骏一口气上升了有十名之多。这一首机车广告歌，而广告片呢也受到大家喜爱的这首歌呢，很多朋友都非常支持鼓励。我们恭喜本周第一名庾澄庆的专辑《改变所有的错》，庾澄庆呢终于坐上了冠军宝座，而这张专辑呢也是他特别在美国所录制的，我们非常恭喜庾澄庆，同时呢也恭喜我们的第二名高明骏，在很短的时间就坐上冠亚军的宝座，真的是相当相当的不容易。我想这除了观众朋友给他们最直接的鼓励以外啊，那么大家平常参与的票选活动呢，他们也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得到，也会呈现更好的成绩来回馈给所有歌迷朋友的。那么欢迎大家呢踊跃的参与我们的票选活动，每个星期都有大奖要赠送给各位。票选的办法看在民生报上，欢迎您看报看节目也获大奖，祝福您。又到我们大三元正奖跟颁奖活动，特别请到这位我们歌坛的奇才庾澄庆先生，你好。大家好。庾澄庆这次邀请他来，当然别有目的了，因为他的歌曲在本周国语歌曲排行榜呢是第一名。这个他以前的歌曲呢是因为进榜的比较慢，但这个新歌一吹出果然名不虚传呐、比那个时候让我一次爱个狗还更轰动啊，果然获得第一名，销售记录听说卖得也不错，不愧是我们歌坛的一位怪杰啦。这个获得第一名，我们向观众啊问候一下。谢谢大家，我是怪孬主，怪杰。哎，要答谢，因为他声音也多变化嘛，他做这个词曲做得相当不错。同时，我们金曲龙虎榜为了答谢观众朋友对庾澄庆的爱护呢，特别开辟了一个庾澄庆电视演唱会，就是在下个礼拜五，下一个礼拜五的晚间七点呢，在我们第七摄影棚到现场来。我们是随到随发票，有多少张票？哎，我们已经有这个将近有这个250张的票。因为这个摄影棚呢挤不下那么多人嘛。我们250张是坐在现场，另外呢还有这个来的观众，我们也让他进来，就掉到上面看。哎，我们摄影机呢在现场拍摄我们庾澄庆现场的这个多声音多变化的演唱会，相信让观众朋友呢尽早光临，以免项羽。项羽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刘邦的。好，我们特别请到这个上周得奖的第一名跟第几名？第一名、第二名、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二名、第三名，第一名就由我来了哈。来，第二名、第三名，请到现场来。第二名先生贵姓？詹先生你好。小姐贵姓？刘。好，我们获得什么奖品啊？我们获得红包一个。哎，红包一个。第三名是我们先进第三名，好，法国偶像级的名表，来，恭喜你。谢谢。对，第二名是40寸的油画处理，含框的哈，含框油画处理是什么？40寸的油画含框处理可以吃吗？不能吃，可以挂了看的。恭喜啊，马上由我跟我们庾澄庆共同来玩这个大三元。第三个金球呢是由我们庾澄庆来帮你完成啊。听说我没有打进，要要赔啊。
哎呦呦，掉第一号啊！第一号这个就是比较危险的。好、啊，等一下，这个进球了，等一下，一声进啊！这个一定要买到二号，没有买到二号你赔10000啊。买到四号的话，你就赔5000就好了。好了，我横竖都要赔嘛。来来，你不是跟他有仇啊？哎，有点希望。哟，拍谁拍谁啊？拍谁、啊？这个。恭喜你啊！恭喜你！哎，谢谢。哎哎。你不要那么大力啊，他不跟你有仇吗？这个要大力了，已经到这里来了。哎呦，还有机会得5000啊！等一下，你要帮他敲。我要敲是啊。二号、四号、八号都中5000。他威胁我，他说没中要我赔。要赔啊，一定要赔啊！二四八的，看你手气怎么样。哎，谢谢哎，欢迎谁？恭喜恭喜！哎，别忘了每个礼拜六下午5点半继续收看精彩的新曲龙虎榜。